天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我觉得像做梦一样，从一开始海选，然后到剩我一个，然后走到现在已经冲刺鸟巢之夜了，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梦幻，然后所以这个歌后来就我有做一点就是那种很就是天马行空的感觉，我其实现在站在这里也有一点天马行空的感觉，因为一切都让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然后现在能够站在这里，然后还能够获得就是冲刺鸟巢的这个机会，然后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圣的舞台，然后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能够把我喜欢的音乐然后一起带向更大的舞台，我觉得已经此生无憾了吧。对，然后在这里谢谢现场所有能够听我唱歌的朋友，然后谢谢现场所有的老师还有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你安琪，谢谢。